我就说了，听不得声，对不对？听得见吗？你在那开车的吗？那边声音不要了。啊。这个又进来了那个三百，那么多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哈哈哈哈哈！都陪他聊天了。完了吧，知道吗？ 他表示了，小哥。他是脖子上那根的带，忘了吗？还有什么？把裤子扒出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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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。
Thank you.